着快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那里是我家。我现在把凑的那些钱啊带着呢，咱爸咱妈来电话了，跟你二姐也商量了，先把这点钱啊给你二姐夫打过去，要是还不行呢，就押房产证办抵押。嗨，哎，我说三顿计价都什么脑子，说打就打。我告诉你们，即使二姐夫出事，人人是要钱不要命，你们慌什么怕什么呀？对呀，你怕什么呢？给我，给我，对，来来来，你给我，来，国强，你别耽误时间了。咱妈都说了，二姐夫现在可可怜的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还是等我消息吧，等我转完一圈再说吧。不是你那是瞎转悠，管用吗？不知道。喂，喂，你怎么挂了？喂，你老来电话有事啊？你跟国强现在要往哪儿去啊？哪儿三道沟？我跟国立秀在这条道上呢。行行，你哪儿都别动啊，我们打车过去。二姐夫那车吗？去，国家那个真神。喂，你们良心，你的手机怎么总关机呀？啊，他是不是有意的回避我？啊，你赶紧把他机号码告我。王经理，梁总这几天的确没有来公司，而且他是不是换手机号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样吧，等他回公司了，我让他第一时间给您回电话，您看行吗？哎呀，你少给我扯淡吧！你让他给我回几天了？行行行，废话，把家电话给我。对不起，他们家的电话我们真不知道。喂，哎，哪位？谁呀你？说话呀！
谁敢往前走一步，我这一枪就崩了他。叔叔，二姐夫，你没事吧？别怕，你别怕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你们都他妈老实点，看清楚了，我这凳子一撤，他小命立马完蛋。真的？真的？不一定。等着什么呢？老实点。就等会儿，我们上，站着！哎，讨论家里。站着！有事你这儿，你按他说，他就枪，你按他说走。这不都听着呢吗？你快，你把兜里的东西给我掏出来啊！兜里东西掏出来，掏出来！兜里没东西。谁下鞋子？没有，兜什么都没有。你看，这边兜布，完了这边也兜布。哎，手机呢？手机啊，我的。把手机给我扔过来。扔不行，扔别摔坏了。这样，我放放板上。不，哎。哎，别动啊！哎，不动！哎，那个，你别在这儿！不是，我跟他说，就是有电话，我帮我接一下。不动，来，兄弟，哎，啊，王队啊，啊，我到门口了，啊，门口停了一辆车，啊，车上面好像有一个人，啊，哎，啊，刚来电话说，外边辆车啊，车里有个人，大哥，什么情况？大哥，开门，来，好，你大舅哥是叫国立吧？他现在人在外面呢。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进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是，大凡怎么样？气死我！到现在还不来，还得打电话叫他。钱都拿来了，还不过来？什么钱？这国立气死我了！枪是假的，刚才他反应我。新人都不，大凡啊！二姐夫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让你进来，你就进来吧。大姐夫他们都在这儿呢。哎，二姐夫，我这儿有你要那钱。那你快进来吧。啊，好。国立，来了。你是？我是小王，梁总派我来接你的。哦，不是，我这二姐夫怎么回事？这闹得家里是一惊一乍的。这人想发财都想疯了，有人盗墓弄了个上千万的古董，要的人特别多，梁总就死守着不放。来，下来吧，别说这么多了。等。我帮你提啊！不行，走，走吧，狐狸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快点的！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这个人命关天，你散步呢？啊，急得我把你撞了！你长那二姐夫跟吊死狗似的。哎，行了，有事。待会儿这枪一响，咱就尸横遍野了。没事了，你哪去了？你吓死我！狐狸，你别怕，咱把钱给他们了。咱们两家就没事了，你姐夫就能回来了。那钱拿过来，钱给我拿。真的，好了，钱到位了，你把二姐夫放下来了，下来吧。钱不够啊！去。
兄弟，听我说，啊，你们要的急，这钱啊，一时没凑上，我们把房产证都压上了，房产证，对，房产证，先咱，你这是咱房，房产证，耍滑头是不是？好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咱那个现在那地方多少钱一平米了？咱的房地产涨好多了，涨好多，3万了吧？那我给你算一下啊。三百，算什么算？三百，多三多了，多什么多？大哥，多三多了，他妈废话，那钱就他妈什么人？新民把凳子给撤了。喷点烟吗？那个，打我？为什么？我操！你能不能有种，你打我一下？喂！你他妈打我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打我干什么？不是你他妈打我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就是来打我干嘛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大哥，你们干啥呢呀？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我跟他们说一下。干什么？我大哥是这么情况啊。啊，说他。他有钱，我有钱，他也有钱，就是家里好几个别墅，他有大狼狗好几条。他当时不跟他说要钱，你当为什么不跟他说呀？跟他说呀，再他不跟他说了，不让他进，不让进来，想让我进，你们这是哪儿来进？你大哥，这耽误就开枪了，他妈你抢不了的，就是就是没让你来。谢谢你们配合我们工作，不过啊，他是有点冒失，幸亏对冒犯罪嫌疑人在我们警察掌控之中，否则啊，还是有点危险啊。好，跟我们到所里边做个笔录。好好。哎呦我去，这今天这一天真是殊死的搏斗啊！这哥几个真是奋不顾身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怎么的了？这又是？喝点水。什么情况？是不是勒的？不是晕。再坚持一会儿啊！不晕了。谢谢你。哎呀，没事。喂。啊，是。行，那个笔录不做过了吗？好，反正我们随时配合啊，我们随叫随到。好嘞，谢谢你们啊，警察同志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快起来！二姐夫，孩子，我喝了。你怎么成这样了呢？妈让你操心了。妈，没事，回来就好啊。你哪高兴啊？我先回来就好了啊。对不起，快进屋吧，赶紧睡觉啊！赶紧进屋。这个宁雪芬呢？尤其是我跟你讲，我和国强，我们俩这条是什么？你跟国立赶紧把钱给人送去。哎，爸，你还是让国强开车去吧，那么多钱呢，这不安全。国立，别让国强去了，他昨天折腾一天也累了，这回来路上直打瞌睡。哎，帮他拿钱，打个车，打个车就一块儿去吧。我跟国立想的办法啊。好，谢谢人家啊。
国强。哎妈，你说吃这管用吗？咱上医院看看吧。哎，不用，没多大点事儿。不用不用，人家就是崴了一下，把筋给扭了，贴两天就行了。哎呀，你看都肿了。没事。不是。一会儿睡觉啊！你说昨天晚上啊，折腾一宿。哎呀，你二姐夫命真大呀！想起来妈的心里不怕。国强，妈没白疼你，关键的时候啊，还是你有头脑。这件事情做得有情有义。刚才我跟你爸说，你爸都说国强是好样的。通过这件事儿啊，以后你可得好好帮帮你二姐夫。都说做生意赚大钱，可这生意做的呀，也让人提心吊胆的。嗯，你放心吧，妈。睡觉吧。嗯，我二姐夫呀，我二姐夫这人呐，实在、厚道、老实。哎呀，这生意场上，我人还是见的挺多的，但是弄不好啊。你等着睡啊。就这样了，我眯一会儿就行了。你甭管我了，妈。永顺啊，你说你二姐夫怎么平白无故遭这罪呀？哎呀，平白无故，妈哪有无缘无故的恨和无缘无故的爱呀？都事出有因，这玩意儿咱慢慢就知道咋回事了，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真的，待会儿有钱的那人醒了以后，可得让他好好想想。今儿为他哥几个真是浴血奋战，恨不得把命都搭进去了。啊，可得好好款待款待我们哥几个，要没有我跟国强打掉结合，我这一急眼，国强那边啪的这次传递到我一会儿蹲着砸玻璃，传消息传到外边。今天国力发挥的一般，国力胆儿小，他不是胆儿小，他有点哆嗦，因为咱拿钱不够，拿钱不够，他有点不，但是他也是一条汉子。就是嘚嘚瑟瑟的把这些任务基本上算是完成了。当时我跟国强我俩就那种勇猛程度，我跟你讲，这时候砖头飞过来，那把枪顶着我，当时我机智勇敢，可以这么说，就孤胆英雄那种感觉，就是深入虎穴焉得虎子那种，啪啪啪，我跟大姐夫那啪，好，不聊了。我跟你讲，说到这里我真的不想再说了。我今天算看明白了，咱老李家的儿子女婿啊，没一根白骨头。那是我二姐夫，可以这么讲，他爹妈给了他第一次生命，而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，他现在就是管我叫爹都是应该的。真的，我给我说吧。行啊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嗯，那功啊也表完了。你大姐夫国立都上班了，你也快去吧，啊，别耽误了。啊，我这意思在这一天就没干别的，净想这事儿了，笔录这方面我讲了都好几遍，我也会该走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不跟你一块走。哎，你去干什么去？我要买点东西。你接着说，快接着说。接着说。怎么把被蒙在脑袋上？哎，明杰，不怕，是妈。妈在这儿呢啊，不怕，这是咱们家嘛啊，这不是妈的床吗？不怕，来躺下吧，啊，不怕，来躺下，好好坐，咱不怕，是妈的床。苗大夫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看你说的，我怎么不能来呀？苗大夫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就是那个比我姑娘韩大、年龄又大的那个媳妇儿怀上了，我也有盼头了。当初啊，我开的是同样的药，你姑娘不是都吃了吗？吃了，可没什么反应。这不，我来呀，向你再给我老姑娘讨两副，巩固巩固。你另请高明吧。
凡是我看过治过的病人，没有什么效果，我是不会再给看的。苗大夫，你可千万别这样，你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。啊，那个，你不是扁平足吗？喜欢穿手工做的鞋，我也没什么能耐呀，报答你，我再给你做两双。不麻烦你了，你不都给我做过了吗？你也别受这个累了啊。给咱们公司做两双。对，怎么样？嗯。那这半截就这么闲着？啊？太浪费了，得想办法租出去。来，你看老五啊，咱那儿打一隔断。是吧？把这边租出去，咱们进出，咱以后走那个门，不挺好吗？这个呀，就不是咱们管的。你呀是越来越滑头，一点不替梁总考虑。不是这意思啊！我跟你说，其实以前啊，万总也鼓捣过这事儿啊。你看，这门他都给堵死了，结果最后不了了之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哎，这万总跟梁总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哟，他们这个关系可深了。这个当初梁总在成立公司的时候啊，万总把他的供货渠道全都给了梁总，他们可是患难兄弟呀。啊，行，去别墅看看吧，这地儿反正得租出去啊。警察都查清楚了，那个王经理啊，做生意赔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那些混账王八蛋呢，早晚得遭报，别胡思乱想了啊。过去的呀，就叫他过去了啊。这两天要在妈家好好养养，妈都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秋蓉啊，啊，赶快那个把那个海参啊、鱼丸汤上来。这个拉屎，这是人你大姐夫特意给你买的啊。啊，让你吃你就吃，养好精气神还得干好公司呢。快吃吃吃！这儿还有鱼丸汤，这是咱妈特意给你做的，明姐，趁热吃啊！快给那个盛热喝了呀，发发汗，压压惊，明天早晨好人一个。行了，老婆子，不说这个了，赶紧吃饭。二姐夫，哎呦，二姐夫，哎呦，我真是心疼死你了！你怎么这么会感人啊？哎呦，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。帮我看看，哎呀，还挺好，挺好。那就是头发有点炸着，受惊了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行了。啊，哎，谢谢大姐。哎，来，二姐夫，哎，我给你说，二姐夫，你这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咱这叫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真的，歇两天，咱腰杆一挺，做的通天的大生意，气死这帮狼心狗肺的害人精，就是害人精。是是吗？嗯。来，喝吃喝。二姐夫，你记住我说的话啊，叫什么呢？就是黑天过去就是白天，时来运转了，坏事都过去了，就是咱们家叫什么，祸去福来，祸去福来了，是不是？少说两句吧，是让你二姐夫吃顿。对对对对，二姐夫你好好吃。这都有海参啊。啊，是你大姐夫啊专门给你二姐夫买的。是是，我这就给二姐夫家呢。二姐夫，你多吃点。哎呀，你看这，你不用，别给我，别，你看你，哎，真是的，我就替你吃两块。这吃多了也上火。来，都快点吃。嗯，没事儿啊，吃好补补，好好补补。嗯，这两天就在妈家住着。天，妈，哎，二姐白白，这下彻底白白了，也不回来。那就你快，好好好，好，慢点啊！你签完了？哎，啊，这回库房给你了，你这个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。晚上请你和老谷吃饭，我开车来接你的啊！好好好好好，走了，档次高点啊！没问题，好，不错了。哎，晚上见啊！哎，老孟现在干的真不错，以前就是我手底一司机，人家夫妻俩小食品生意干的越来越好，咱们是很多畅销产品都是人家引进过来的，可不是嘛？你瞧瞧人家现在啊，哎呀，咱们公司现在是越做越小，路是越走越窄。与工作无关的话少说两句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在网上玩扑克跟工作有关系吗？滚！
心啊。哎，结果明天出来，我会过来的，你也一块儿来吧。好，嗯，回家吧。哦，走了。明天就去上班，身体能行吗？要不再休息两天？没事儿，妈，你放心，我身体没问题。那行吧。啊，慢点。哎呦，大嫂，这是出来走走啊？大嫂，你看你该有多有福啊！不光儿女们孝顺，连姑爷都这么孝顺，这不跟儿子一样吗？是是，你说我养那么多，年轻时候受累，现在不应该啊？应该，应该。大嫂，你坐好啊！哎，我回去了。好，哎，再见，刘哥。哎，坐好啊！好嘞，好嘞。腿是不是有点发软了？没事儿，妈，你瞧你把我教的，还哪那么娇气、啊？妈。我这辈子啊，干了最正确的一件事，就是娶了秀华，进了咱家，摊上你这么个老丈母娘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有时候跟秀华闹个别扭啊，怄点气啊，一回到咱家里头，一见着你啥都没了，好像所有的问题在你面前都不是问题。你看你说的。真的吗？彭鑫的原因，对，我昨天带他们去检查的，今天刚拿的结果，是这彭鑫的原因跟咱家秀红一点关系没有。这彭鑫啊，死精子，他根本就不能怀孕。你说这些年，咱秀红喝了多少糖药？可不嘛，还净怪咱们家秀红了。我觉得呀，这生孩子是这一个女人一辈子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要是不能生孩子，这一辈子就不完整了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我觉得，既然这秀红跟这彭鑫在一起，那不能生孩子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觉得呀，他们俩应该离婚。别说，别叫你爸爸听见。我回来就是跟爸说的。不行，哪儿不行啊？这事儿得跟爸商量。我跟爸说。哎呀，秀华。妈寻思，你说这出一家进一家，新组个家庭多不容易啊！妈，你看你就是善良，你老替别人着想。那之前谁提的离婚啊？那不是彭鑫还是他父母先提出来的呀？啊，他们怎么没想咱们家呀？那秀红跟他们家受了多少窝囊气啊？我觉得秀红就应该跟他离婚啊，重新组建一个家庭，生孩子。我支持他们离婚。行了，你先别说了。妈。妈知道，妈在家，快点急事儿，那是。哟，二姐回来了。啊、哎，对了，那彭鑫跟秀红怎么样了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啊？不是，不管是谁的原因啊，秀红就得跟他离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妈，彭鑫来了。哎。啊，吃饭。哎，我不饿，准备吃饭呢，是吧？嗯。妈。嗯。姐他们没过来啊？没有啊。好，这个妈，这是给您买的大豆蛋白，对老年人可好了。又壮骨还补钙，你看，你又买这个干什么呀？那什么也赶不上那个馒头啊、米饭啊、大鱼大肉的。妈，这个是最好的，您一定得吃啊。嗯，那好好，我收下。给这个欣欣和琪琪一人买套衣服，名牌。你看你又花钱，没没，妈得给你。哎呀，妈，您看您这不打我脸呢吗？你这一件衣服。哎，你看又叫你破费了。没有没有，那行，回头啊，我给你大哥和你三姐啊。哎，嗯哎，嗯，啊，你坐吧。哎，嗯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妈，
分开拌凉菜哈。嗯，我帮您吧啊。你会呀、啊？我也得练练。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妈，我是接秀红来了。你说这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你说面都见不着，我想赔礼道歉我都没机会啊。妈，我什么招都用了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真的我知道自己错了，确实是错了。我吧这两天我经过深刻的反思吧，我就认识到自己这，你说我人这一辈子其实这就几十年，何必自茧自缚呢？你说我这么大一个枷锁自己带脖子上怪累的，其实两口子感情好吧，就有没有孩子真的无所谓，照样很快乐。是人家好多人家就是夫妻俩主动不要孩子，人这个丁克家族都这样。丁克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夫妻俩吧，就是不要孩子，然后呢女的拿男的当自己的儿子，男的拿女的当自己的姑娘，都挺好的过的。哪有这么过日子的呀？啊，不生孩子啊，就儿女双全，是那么串辈儿了吗？妈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得劝秀红消消气儿啊！我在屋呢，我知道在屋呢，您得帮我说话呀，要多好的机会呀、啊！快去吧。不是他这脾气，您知道，我要是去我，那夫妻两个哪有隔夜的仇啊？说我软和话，还能把你累着？哎，那我试试啊。怎么还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不想看见你，给我出去。这也是我家，你看。离婚协议书呢？拿来吧，哎，我签字。秀红，咱不提这事儿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解释什么呀？你解释我早就听够了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妈，没有孩子不是家，妈，不是一家人还在一起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秀红，你看，秀红，妈，你别管这事儿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别，你给我出去，你瞧瞧，我走，我走，你还没吃饭呢？我走，吃什么吃？秀红，你给我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快点！哎，来了！我告诉你，快点，赶紧的！来，就这么点时间。哥，拿。我给你买了个杯子，不锈钢的。哟，你也不能总用那个一次性杯子喝水吧？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哎，快点！我告诉你，快点！我来了。这后天两叔还贴条啊？贴条，又贴条。红妹。哎。红妹。啊。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还没收拾完就玩去了。哦，哎，你们帮我拿一下牌，我先去收拾。哎呀，一会儿再收拾吧，就那么点时间玩玩，没事。我打完这一局就收拾啊。我现在还说不动你了吗？快！抓牌，快点！算了，哎，你们打吧，我不玩了啊。哎呀，红妹，玩牌怎么了？哎，你赶紧。哎，我说，这红妹平常干的活还少吗？啊，抓牌，办事员、会计、厨师。都干完了啊，连清洁工的活也让人干，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从现在开始，谁吃完饭的盆谁自己刷，还惯出毛病来了。对，该谁了？知道。刷牌，李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在公司别来社会那一套。我社会哪套啊？啊，我说的有错吗？红妹。你连清洁工的活都让他干，啊？中午休息时间玩会儿牌怎么了？真是愣充大尾巴英子，管得着吗？你说关我什么事儿？在这公司还轮到你定规矩？请你把自己的位置给摆正了。我定什么规矩？啊？我定什么规矩？我跟你说，别的公司我干多了，什么操人我都见过。我来这不是定规矩的，我就见不得你欺负人。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我怎么欺负人了？操！你还跟我拍桌子？你怎么欺负人了？你说你怎么欺负人了？给我让开！来，哥，跪下！那来劲是吧？放干净点！啊！到了这儿，守这儿的规矩。怎么了？这是想耍事儿，找别处去。行，消，怎么了？跪下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你让人看着是像什么话？
说，都咋回事啊？这是，就是回家，来来，你跟我到我屋来，快快快快，过来，快过来，等着我。国强，在姐夫这儿干活，图的就是个高兴，活干多干少无所谓。年轻人，得要学会宽容一点，啊。万涛，你不了解，他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。你说给姐夫做事认真，这不好吗？啊？他哪是认真啊？那叫欺负人。敢？谁敢在我这儿欺负人呢？国强。你是我弟弟，是我的亲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一起干了这么多年，别让哥为难，好不好？秀红，妈知道你委屈，那你还真想走这步啊？妈，我要跟他离婚，这回说什么都要离。我二姐说的对，女人得有自己的尊严。妈，你不知道。我每次去他们家，他们家人怎么对待我？我每次去，他们家人都对我冷嘲热讽的，好像我是天底下最大的罪人，什么错都是我的。可弄了半天，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儿。秀红，你说当初啊，你们谈恋爱，彭鑫的家庭啊和人品呢、啊，妈没得说。可我就怕他。啊，娇生惯养的独生子难入咱这个大家，可你就根本不听啊，还跟我抹眼泪儿。那彭鑫呢，在门口不敢进来也抹眼泪儿。你还说，这就是爱情，妈不懂。嗯，听了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，哎，咱不说了，这篇呢，咱就过去了啊。妈，我心里难受。妈知道了，知道。哎，抽空啊，给他公婆打个电话，安慰几句啊。好险，咱们老李家的闺女大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啊，来，二姐。好，大姐。三姐。哎，不不，到你家来不是喝你家水的啊，嗯，哎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哎哎，在这儿站着啊，咱们再好好说说这事儿，啊，三姐，我给琪琪买那衣服还合适吧？合适，琪琪穿的挺合适的，谢谢你啊。我们姐仨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了结你跟秀红的事儿啊。哎，别别别别别。这个我真的知道我自己错了，再说妈都原谅我了。别拿妈来压我们，妈原谅你，我们没原谅你啊。你说你当初你打秀红的时候，你说你错了吗？啊，你写那离婚协议逼人秀红签字，你说你错了吗？你们全家对人秀红恶言恶语的，你怎么那时候没说你错了呀？啊，我什么？你就我不出个道理呢？你我呀，你我是个我来，我看看。啊，嗯，这二姐听二姐。啊，二姐，二姐，那个二姐，我觉得吧，您说的特别对。其实，那个丁克家庭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可想好了啊？这没有孩子，那可真不是个家庭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？不在乎。秀红在乎。真是，你这秀红这一辈子跟你舅舅没有做妈的资格了，是不是？这亏不亏呀、啊？这一辈子亏不亏？您别再说了，我知道，我这确实是错了，我以后我补偿秀红还不行吗？你怎么补偿啊？啊？我都听他的，
我给他当牛做马，实在不行我们领养一个也挺好的，你长大了就跟自己的一样，是吧大姐？领养的呢跟自己养的他能一样吗？这关键他就体会不到一个女人怀孕的过程这种滋味，当妈的滋味就没有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三位姐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真的，我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，我真心实意的跟你们赔礼道歉。不用你跟我们道，你就跟秀红，你跟我们道，你道什么歉呀？对，我对秀红，我得赔礼道歉。我以后我全都听她的，她指东我不往西，她让我摘星星我不敢摘月亮，她让我喝粥我不喝稀饭。那粥和稀饭不是一回事儿啊。哎，你这说在点上了，这说好，你呢？不是一回事儿啊，二姐。那来吧，赶紧签了啊！别废话，不是说那些没用的。三姐，你干嘛呀？我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离了，我不签了，还不行吗？你怎么？二姐，你说，大姐，您看。这是保证书，啊，保证什么呀？保证你对秀红好，快签吧！不签了，秀红不会回来。这句有点多了，啊？啊，那行，那这个我签啊，我签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欺负秀红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！哎，二姐。二姐，你看现在这情况能散会吗？回，撤，走。下次送衣服，送个下半身的一块的，你说送个一半怎么穿？他那套衣服，他就这样。哎，妈，他都在我屋里待着。小点声，不愿意让你爸看。还、哎、做鞋呢、买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吃饭没有？不想吃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板个脸回来了？我不想再我二姐夫那干了。成家，妈妈没。